到年了，到年他妈甩五分钟没关系，妈现在甩两下晕了，我都快干晕了，操！我操！这个社会摇太不行了，干两下干晕了。我告诉你，一点不撒谎，真的。我一开始这么疼，这么甩，我甩五分钟，真的，我甩五分钟。头疼。我现在甩两下不行了，脑震荡了，赶上。哎呦我操！你多少岁了？都不行了，男人不能说自己不行，真的是。对面兄弟，你这个语言，你是不是进传销了？是进传销了。小公公，我不成，等一下，我有个非常好的建议给你：男人的加油站，你值得拥有；男人不能说自己不行，你值得拥有男人的加油站。然后晚上。白天你值得拥有，行的行。